Hello，宝宝们，欢迎回来。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我黑五和整个购物季都购买了哪些美妆产品和护肤产品。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我几乎每个包裹都拆开过了，然后有的少数的一些产品已经使用过，唯一没拆的包裹是 Tatcha 的这一个，因为有的包裹怕他给我寄错东西或少寄东西，所以他来的时候我都会拆开检查一下。Tatcha 今年黑五是7.5折，大部分的护肤产品都是7.5折，或者是8折。那有少数的会打折会多一点，或者是某个品牌的某样产品，它可能库存多了，它会折扣力度大一点。这几样东西就是我这次黑五购买的产品，好像有一个 coupon code 是一个有。几样赠品啊，这一个应该是赠品，这个小的赠品，自己买的是4样东西。第一样是这个 Luminous Dewy Skin Mist，这个是我之前就用过的一个产品，是属于回购的一样产品。我第一次用这个产品是2016年，我当时去美国的东部，当时我在东部待了2个多月，觉得非常的干，当时就买了这个佛急救。然后觉得还蛮好用的，然后这次回购，这个喷雾是比较扎实，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它是喷出来会觉得会有精油感比较浓一点，它里面会有油性的成分，它上面是说敏感肌可以使用，我当时用是没有敏感，所以我就回购了这一个产品。下一个产品就是 Tatcha 的精华水。这个是啊，这个是我买的是小瓶的，我想试用看一看。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产品，我现在已经有很多水的产品，所以我怕用不完。这一个我是非常想试的，所以我买了一个小 size 的一个包装，不知道它好不好用，第一次使用，使用完之后再和大家分享。下一个产品呢，就是 Tatcha 非常经典的 Camellia 山茶花精油护肤油。它里面每个包装都是蓝色的，啊，这个护肤油我真的还没有用过，看网上大家的评价都蛮好的。最近这2年我的皮肤从混油肌变成了中性肌，然后冬天会非常的干，所以我最近都在尝试油性的东西。之前可能没有太大感觉，觉得还是蛮油的，30岁出头、30岁以前都觉得。用油性的东西会不太好吸收，会觉得是一个负担，但现在完全没有，就油越多越好。More, my skin need more。哦，下一个是一个 stick，是一个这个可以随时用的，哪里干就可以补充哪里的一个，这是什么？润肤棒吗？如果嘴角干、眼角干都可以用这一个棒棒，我觉得蛮方便的。因为平时化妆啊、带妆，眼角就会变干，随时随地补一下，这样看起来皮肤不会干，上妆的质感也会比较好。那还有2个小样是他应该是随便塞给我的吧，在这个 receipt 里，一个是 The Essence，就是刚刚我已经购买的小的 size 的润肤精华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卸妆油，卸妆油我之前用过，我觉得还 OK，就没有非常的特别。下一个产品是 Fresh 的这个包裹我也没有打开，因为东西蛮少的，好像就2样东西。应该是一个，洁面乳，就是大豆洁面乳，那是我 all time favorite，我已经用的那个十几年了。哦，对，这一个就是这个洁面乳和一个 rose dehydration 这个 oil serum 是一个水和油混合的，摇一摇就。可以涂脸的，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它既可以当一个精华，也可以当个护肤油。我之前用过它一个丝芙兰的兑换的一个小样，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这次就买了。这2个产品呢，是本来我想买大的大瓶的 family size，但是那个 family size 已经卖没了，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这个。去年我买了大罐的，现在还剩一点点，我觉得一大罐正好可以用一年。
这个洁面乳是我2008年第一次来美国，当时是来玩的时候，我就当时买了这一个。那时候是一个新的品牌吧，当时非常的火，非常横空出世一个天然的品牌。我尝试了，我就一直用到现在，我觉得完全离不开它。这个产品褒贬不一，有的觉得它价格不值，但是我觉得，蛮值的。它不是卸妆乳，它就是一个洁面乳，二次清洁吧，就是一个洗面奶，它没有卸妆的效果，但是它二次清洁是非常的干净，可以把脸上没有卸掉的残妆洗干净，然后不会带走皮肤的油分和水分。这次打折，这两个产品都是在五折那个折扣区，我觉得非常的划算。Fresh 的产品经常会有折扣，所以不要在丝芙兰买，就在它官网上买。它的年终年末的折扣还非常大，就是到年末的时候，很多品牌10月开始，10月、11月、12月就连续打折。可能现在12月份，我觉得12月份的折扣会比较少一点。过完 Christmas 的这些美妆品牌就不太会有折扣了。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护肤品牌，是这个 Skin Fix 这一个品牌，它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是主打的是皮肤敏感肌，最新的 line 有出来治疗痘痘肌的一个产品线。那它最开始最 original 的就是皮肤敏感肌、红血丝、泛红，然后起疹子这些肌肤问题。丝芙兰在10月份 VIB sale 的时候，我有入这一个套装，我觉得蛮划算的。这个套装是68刀，它一个这一个润肤乳，这个是 Pepdine 的，好像是50几刀。然后它里面有个替换装，然后还有个正装，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洁面乳，我之前用过，是一个正装的，我觉得还不错。那这个套组是非常划算的，这是正装，然后这是这个盒子，里面一共有三样东西。这三样，我觉得非常划算。然后它的自己的网站打折好像是75折，我觉得比没记错应该是75折，比丝芙兰的折扣更大一点。Skin Fix 的产品我是常年会用到的，不光我用，我老公也会用。我老公的脸比我还干，整个就是沙漠大干皮。因为最近是冬天嘛，暖气会对吹，一直吹，不然太冷了。然后他的皮肤就是整个都是，翘起来，眼睛的皮肤就是的皮已经往外翻了，然后会出现皮疹，就是红红的那种感觉，因为太干，所以这个品牌是离不开的。因为加拿大冬天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非常冷的，我觉得他们也会非常通常会遇到相同的这种干燥带来的问题，然后又囤了三个，这一个 Skin Fix 的 Eczema 这个 Face Balm，别看它的这个外包装像模像样的，感觉里面内容蛮大的，其实没有，它里面很小，只有这么一丢丢。这个原价是29刀，丝芙兰的时候我买了，等到黑五的时候打折，这个是打对折。估计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比较贵，所以他要把没清掉的库存清出去，然后他就直接打对折，那对折就很划算了。这个东西虽然别看它贵，但是它是我救命的宝贝。我想很多喜欢化妆的朋友们，经常化妆呢，眼部会，这个眼周会出现过敏泛红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宝，涂在眼周。第一天如果觉得不舒服，涂个1天，第二天这个皮肤就会恢复得非常好，它完全一点刺激都没有。这个不光我一个人觉得好用，我给我老公那个千年大干皮用，他也是这个湿疹呐，不是湿疹，是因为太干出现的皮肤状况。他的皮肤的愈合能力没我的好，但是他的状况会改善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我们家一定要必备的。这个打完对折就是14.5块。14.5块，我觉得这个蛮划算的。这个产品我已经用过非常多非常多的空瓶了，现在还堆在家里。我已经堆了很多空瓶，一直想录一个空瓶记，但是还没有找到时间录这个空瓶记。下一个包裹是香缇卡的，那香缇卡我买了一共是三样东西，然后有一个，这里面有个 anti-aging bio lifting serum。这个 anti-aging 的 serum 我之前有用过，我是20几岁用过的，我觉得它这个有点猛，我不知道我20几岁就非常头铁，什么都想试。我觉得这个像这种成分比较强的，20几岁你千万不要用。然后我当时我就会过敏，会泛红。它的 foundation，
也非常油，其实不是太适合二十几岁用。大部分的，你像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南方城市，湿度那么高，你夏天整个脸就糊掉了吧。但是我给我妈用，我妈觉得这什么好东西啊，太好用了吧。她脸就是你知道五十几岁当时就非常干了，所以她用这些油性比较大的成分的护肤品啊底妆啊，她会觉得超级好用。他只知道 Tom Ford 的东西，他觉得 Tom Ford 好用，觉得非常的识货。这是黑五购入的三样产品，一个是这个 Rose Face Oil， 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产品。我最近这一年就非常想用油性的产品，那我就买个这个试一下。还没有用过，不知道等用过之后再和大家反馈。然后，西安迪卡今年打的也是 7.5 折，然后这个是今年年初吗的一个系列的，还是去年年底出的这个 Lotus 的 Collection， 它是打折，然后又再打折，相当于六折差不多。这个系列出了一共是一个高光、一个粉饼和一个腮红，那我入的是这个高光，非常的美。我觉得它的 Shandikai 的推广，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 promotion， 出了什么问题，感觉他找的 YouTuber 或他给人宣传的那些 YouTuber 都没有拍出 Shandikai 的美。你看这个偏光，这多偏呐、啊，粉偏金，完全没有拍出来。我觉得我看一些他发货给 PR 的欧美的博主，觉得拍的产品不是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个这一个粉饼，这个粉饼只出一个颜色，就真的比较适合像我们东亚的皮肤的颜色。这两个产品呢，我觉得实物拿到手比他们拍摄出来的照片呢、视频呢会更加的，本人会更加的好看。接下来呢就是彩妆的部分，第一个 box 是 Victoria Beckham 的这一单。 Victoria 的东西我买的还蛮多的，因为我都攒到他折扣的时候，我这次就买了蛮多的。一个是他的这个 bronzer， 两色的 bronzer， 那我买的是最浅的色号，是01色号，然后我也有用过了，我觉得非常好用。这个颜色是蛮浅的，就相当于一个比较深的粉底的颜色，但是这个颜色还我觉得还不是很浅的。如果你是一个黄二白以内的一个肤色，我觉得这个就够用了。二号的话，我觉得对于皮肤白皙的美眉会比较深，颜色会比较深。Victoria Beckham 的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高级，非常贵妇。这个是一个眼影，这个眼影的颜色是 Signature， 经典的颜色啊，它是非常小的，掌中宝。照片上看起来还蛮大一个的，蛮大一颗的，其实拿到手就是真的蛮小的。它的包装做得非常的好，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沉，我觉得可以。有点痛。哦，这个是今年出的新品，几个月前出的这一个眼影笔，我入的是五个颜色，好像一共是七个颜色吧。七个颜色还是八个颜色不记得了，我选了我所有我喜欢的颜色，五个颜色，随便打开一个颜色看一下好了。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这个是最跳的粉色，这是非常明度非常高的粉色，超级可爱。哇，它的质感非常的滑顺哎，哇，超级滑，这 Clean Beauty 能做成这么滑顺真的不错不错不错。这里面这个颜色是最跳的一个颜色，其他都是比较日常的，不是日常，是比较实用的颜色。像再开一个颜色好了，看这个颜色就是一个咖色，哇，真的很滑哎，这上眼一定非常好看，非常的美，晕染一定 blend like dream。 然后还有一个眼线笔，这个眼线笔是白色的，就是画在眼内侧的，可以增加放大眼睛。在 Neiman Marcus 的那一单我还
购入了它的这个唇彩，我觉得它的唇彩原价是28刀，它还是一个 clean beauty brand，我觉得28刀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并且我已经用过它了，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好，物超所值。OK，接下来的品牌是 Merit，那我这一次也在 Merit 这个官网上下了蛮多东西的，它里面来的时候是一个这个小袋子，可以手提的，不知道它的灵感是怎样，是哪一个设计师设计的？里面有这两个腮红，因为丝芙兰的YV Rouge Sale，它有个套组是三个颜色，那个是40刀吗？还蛮划算的，再打8折，我没有抢到，然后我就不甘心，我就在它官网上下单了两个颜色，虽然说价格没有丝芙兰的价格那么优惠，还有一个眼影，这个眼影就是它最近刚出的单色眼影，我的颜色是 Social，我有用过一次，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是冷调的紫褐色，非常的好看，而且它也是一个 Clean Beauty Brand，我是非常喜欢 Clean Beauty 的品牌，腮红的颜色是。一个是 Terracotta，另外一个是 Beverly Hills。Beverly Hills 就是一个这样的颜色，它是一个 neutral，是 neutral 吗？neutral pink。然后另外一个 Terracotta，我记得它是一个，对，刚刚相机拍到没有内存停掉，来试这个 Terracotta 这个颜色。哦，它是一个比较warm tone 的一个。peach beige 的一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非常期待它上妆的效果。然后这单里面还有一个染眉膏、一个口红和一个，这个是一个粉底条，我记得还有个唇釉，可能拿出来涂过了。那我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先说到这里，不然我一会儿叭叭叭说一大堆，还要再下载、再删内存，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很多美妆产品，下一个购物分享再说吧。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晚安。